思雨的八球，直接八球得分。最后这也是整个排球的比赛，国青队首度领先。这边蓝队呢是由杨奇玉来发球，哇，哎呦，救回来。我想他没能打过我。好，这个举球之后没有攻击的机会。蓝网，何君祥，王敏浩，有如伴郎主舞啊！这个杀球轻松愉快，密度很够。杨奇玉这个发球，结果是出了界外。何君祥举球给王敏浩杀斜线，邱振义触网，哦，帅。对，哇，翻好，贺军翔这个上手发球，哇，真的蛮有威力的，勉强救。贺军翔继续发球，换另外一边，球是急速下坠。对上要加油啊！这一球发出界外。邱振义的发球。吴尊来举这一球，王鼎浩。但是这边吹的是王鼎浩触网了啊，所以是红队又得分。哦呦，最后一刻，哇，贺军翔啊，补救及时啊，对，他是来救驾的。哦，杨奇玉，吴尊把球垫高一个，球骂包没有吃到。安生，好，这一次呢，来回蛮多球的，往上面的一个争夺，谢谢红队得分。吴世安来发球，帅的，哦，最后一刻，贺军翔啊决定不接，但是呢，比赛交到贺军翔才出界外的，哇，真心啊，真心，所以是判定红队得分。吴尊举球之后，哦，又被找回来。探头球，结果没有杀成功。哇，结果还有，哇，真的是前仆后继啊！王敏跟许新阳两个人都这个是奋不顾身的去接那一个球啊，跌成一团，但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拼劲。目前蓝队已经是10-6四分领先。王敏浩的发球，王敏浩还是站在中间的六号位置的后面来发球。哇，谁来举啊？没有搭配好。哇，直接在空中把球给勾过去。对，站住啊！哇，这个球发的有够有水准的，连贺军翔都接不起来。对，胡主委跟这个发球发的很低，有贺军翔已经是蹲在地上了。球，哎，哦，接得好，接得好。对。哇！对。这个球其实非常的靠网啊，因为蛮不好处理了，太靠网了。剩下两分落后。嗯，好，来版本中华。版本发球不错哦。吴尊修正了一下。哇，救打救打！哎呦，最后一刻他接了一次，这个判断正确。台子两球敲好。哦，又来了，哇，直接发球得分，26收平了，12-12平手。杨思雨的八球，直接八球得分。最后这也是整个排球的比赛，国青队首度领先，首度超越蓝队。林思雨继续发球，匕首发球非常高，非常高。哇，这个接球界外，这一局的比赛红队。居上，最后是16-14逆转，打败了蓝队。